我来了，今天带大家画一幅所有人都能学会的画，先随意的画两条曲线，然后近的地方涂上深颜色，接着画两个有人住的蒙古包包，注意近大远小哦，再给他俩加一点点细节，立体感和层次就有了。最后咱们画树，先画两条线，然后在线的左侧给他划了划了，划了一些深颜色，再给他整点小树枝和倒影，是不是 so easy？就这幅画，你要是学不会，那我就再教你再画一幅吧。安静。